部分，这个我已经大概先做的大差不多了哈。那也就是说呢，同样的方式要在 album 的五的地方 ，album 五的资料夹里面，那这边有一个 index， 好 index， 也就是我们之后才加上去的啊，之后才加上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当然同样它总共也有五张图，所以呢，我们一样要去新增哈，这个地方同样新增一到四就好了，因为这一张比较特殊，它。我们就把那个 index 当成是第一张，一二三四就是后面的那几张图就好了哈。那像前面的部分，如果说这个网页嘛完成的话，你其实可以先把它关掉，比较不会占用那个空间哈。像这个前面的部分，我可以先把它关掉，比较不会跟这个我们要做的混淆在一起。那关掉的方式就直接打这个叉叉就可以。那接下来再按一二三四，分别把它储存04。那记得存的位置要存在那 album 五的这个里面哦，不然的话也会乱掉哈、哦。这个是四，然后这个是三哈、哦，这个是二，这个是一哈、哦。打错了 ，Ctrl Save 也可以哈，01。你也可以按快速键哦，就是 Ctrl 加 S 就是储存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这个上面，先输入蓝鱼赏鱼去，然后下面的话输入这个上一页下，应该是上一页下一页没错哈、哦，它没有那个回那个索引那个地方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底下啊、哦，这个这张图的话点两。就放入第一页啊，第一页就是这个把这个零 images 里面的这个0551这一张图拖拉过来，点两下之后的话呢，哈，400、300，因为它根据它题目里面的要求，400跟300哈，在后面的地方哈，在44页的地方，好吗？它有提到就是说这一张图要是400、300哈。然后呢，框线粗细要为5哦，特别注意，刚刚我们漏掉这个地方要加上框线为5，按确定就好了。再来把0551到55哦，这几张图都拖拉到下方，并且把这个大小设为60哦，然后框线为1，按确定就好了。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第一张。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哦，我们可以怎么样把这个全选 ,Ctrl 加 A 就全选，或者编辑全选Ctrl 加 C 复制贴过来，好，把它贴上来，这个也贴上来。那好处就是说，哦，我们等一下再直接修改就好了。哎，我觉得等一下再来好了哈，等一下再贴好了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还可以先把这个超连接先做完好了。这个地方的话，第一章就是要连到什么呢？连接，其实第一章就这个地方就这个，所以不用做超连接。这个的话呢，要连接到一，这个要连接到二，这个连接到三，这个连接到四。哎，不对，哦，刚刚漏掉，应该在 L 本里，哦，不然的话连会连错。这个在三，哦，这在二，这个在一。那这个也顺便先连接啊，这个在 index， 因为 copy 到别章去，它也需要连到 index 哈、哦。那好了以后的话呢，哈、哦，这个地方上一页下一页有没有？这个也可以连，这个上一页不用连接，这个下一页的话，应该要连接到第一哈、哦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完成了这个这一页，就把它 save 起来 ，Ctrl 加 S， 然后把它 Ctrl 加 A，Ctrl 加 C， 一样贴上去。接下来的话，我只要这个地方哦，要改哪一个地方呢？改这里。那这个要连接到二，这个要连接到上一页的话，就连接到 index， 所以这地方的话，选取 index。不过好像还漏掉一个地方哦，还有一个地方我刚刚漏掉了，在43页的中间有没有未浏览颜色？所以这里的话，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先完成了背景。好，那这地方的话呢，有一个未浏览这个是叫做超连接，就是未浏览过的哈、哦，未浏览过的颜色就是应该是蓝色的，所以直接点蓝色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已浏览过的话呢，哈、哦，就是什么颜色呢？红色的哦，红色。那这个应该是什么呢 ？FF，
好，黄色的，好，那这样子。那另外，如果我想要把这个网页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 copy 一份到1234的话，其实啊，除了说全选复制之外，可是问题刚刚背景那个浏览过没有浏览过那部分没办法过去的话，其实最简单的方法，你可以用另存新档，然后呢，把它改成有没有？ 就是 index 可以另存成一，那一的话就会被这个 index 给盖过去，但是它有个前提，就是你这个地方要必须先关闭，这个不能开启，否则没办法存档。我是觉得这样会比较快一点点，就是用另存新档的方式，有没有把它改成一，然后再来的话另存新档把它改成2，也就是说呢 ，index 就会变成1234，都一样的。 所以你这个地方，其实你做好 index 之后的话，就可以再把它存成其他的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就再去把它打开来，因为它现在是只有4打开来。那我就把 index 跟123通通打开来。那这一张的话呢 ，index 做完之后做1好了。1的话就是这个地方，它的下一页就是2，所以超连接连到2。那它的上一页就是 index，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超连接连到 index。 好，那就把它 Ctrl S 就 Save。 2的话呢，就是这个地方超连接连到 3， 那它的上一页的话是1，所以这地方的话你就把它，然后就 Ctrl S， 再来3的话呢，就把它超连接连到 4， 然后上一页的话就是连到2，这地方，然后 Ctrl S 复，然后这地方的话呢，4的话就是。 它的下一页就没有，所以呢，超连接就把它移除。上一页的话就是3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完成了 ，Ctrl S。那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地方，把它按 F12看看结果，测试看看有没有，没有，不过漏掉一个地方叫什么？那个图有没有？这一张怎么样？这一张要换一张图。 那我是觉得最快的方式怎么样换呢？点两下有没有？再一扳里面呢，把这个连接把它改成1，改成2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子马上换了。这个是最，你也可以删掉重拉也可以。那我是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快，就是直接点两下有没有？一扳，在这里的话呢，把它改成3，这样就话就 OK 了。那把它 Ctrl S 存档，点两下一扳，直接把它改成4。 Ctrl S， 这个直接把它点两下改成5，这样就换过来。好，那最后按 F12 看一下，有没有这个地方？我们先从 index 来看啊 ，F12， 好，下一页，没问题啊，蓝雨哈，哇，这些雨都很漂亮，这样就可以做一个相簿了，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做自己的相簿了，好，那这里的话，我想，Album 5的话就完成，类似像这样，好，画面还给各位哈。